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自缘界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这个世亲人士所造的阿毗达摩俱舍论。总而言之，前面已经讲的是这个无尽无根无尽这个无表色吧，就是从十一个这个色蕴方面来已经这个宣说完毕。本来这个俱舍论的原来那个唐僧的翻译和那个现在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地方就是有点点这个在文字的一些这个字句上面有点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唐僧的有些呢就是是那个单的比较多，就是然后我们这个背诵下来理解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呢就不太方便，就是因此那个不管是三阶论还是那个定界报当论，就是本来这些论点的话呢就是他那个单句的这种形式呢比较多，就是这样的话，只要他的这个内容上面没有改变的话呢，有时候那个次句呢就是增加或者是减少，就是这样尽量的就是全部呢就是用那个双句吧，就是这样的话呢读起来比较方便。但是俱舍论里面的有个别的吧，就是有个别的好几有几个地方的话呢，实在是这个照新的话呢，就是也不敢用分别念这个一造，然后那个原来的那个字呢就是根本不够，就是所以有这个地方的话实在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呢，就用了一些这个单句。然后这是那个按照讲罗特王波的科判来讲的话呢，基本上是这个每一个这个颂词呢就是都是那个双句。本来是那个摩诃仁波切的这个讲义这个译出来也是应该这个很好的，就是这是我们这个尼玛巴的这个自宗啊。摩诃仁波切呢就是对无部大论的话呢俱舍论有那个这个就是自舍，但是俱舍论的这个注释吧，就是但俱舍论的注释呢不是全部摩诃仁波切的，他的科判呢完全是摩诃仁波切的，然而他这个亲自书写的有一个注释吧，就是书上这个写的注释，就像那天我们那个萨弥无师颂一样的，后来的一些那个弟子们呢就是在这个增加，现在虽然就是他是在一个摩诃仁波切的著作里面但是呢因为那个比较略就是它里面的很多这个问题，比如说前面的这个颂词的话呢就是它就一句话就过了，这样下来的话呢就是可能我们要这个全面的了解尤其是以前没有听过俱舍论的话呢，里面的这个无表色啊有表色啊就是没有这个稍微有点解释的话呢，光说名词的话恐怕这个很多人有点这个困难，因此呢就是比较而言的话呢摩诃仁波切的这个讲义呢就是可能稍微这个略一点，就是我看到好几个地方呢就是就讲的比较这个简单，就是字面上的简单的介绍所以呢就是这次主要是用这个讲罗特王波的这个疑问吧，就是这个讲著述吧，就是著述来这个翻译的。因此我们呢就是在这里面的就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文章的话呢就是也可能就是对这个就是词句方面就是有可能这个跟那个唐僧翻译的有点点就是不相同的地方也是可能有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这个根据就是他的这个意思来这样理解的。我希望呢就是还是大家就是尤其是对这个俱舍论呢就是向这个彻底搞明白，而且呢就是还是这个从各方面真正要了解的话呢，你们最好是还是这个唐僧的翻译和还有那个就是这个自释吧，就是这个释迦牟尼是亲自塑造的这个自释，所以一般那个俱舍论专门研究的要这个学一念俱舍论的话呢，他们很多人都讲那个俱舍论的自释俱舍论的自释的话呢就是它里面全部是这个释迦牟尼的语言，当然我觉得是可能你们很多这个水平比较高一点的也觉得是这个稍微可能难懂一点，但是你真正要去看的话那就是不一定非常难懂，我都有时候看了以后呢就是里面的有一些这个就是问题呢就是基本上是能那个解释，就是何况说是你们呢。所以我们这个下面呢就是就讲那个
就是讲昨天我们这个五蕴当中的色蕴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呢，就是讲什么叫做树蕴，什么相蕴和性蕴，然后这个什么叫这个势蕴，就是经常我们说的是这样，这个说的就是五蕴呢，就是这个色素相性是，就是大家都这个还是这个口头禅吧，就是大家都说，但是呢实际上真正的这个五蕴的这种概念，五蕴的定义和法相、事相等等这些呢，很多人不一定就是非常这个清楚的，就是下面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进一步的学习，就是下一个这个它的这个定义和有些这个法相吧。那么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就是中间三蕴治理，就是中间这个三蕴吧，就是中间三蕴，中间三蕴是这个最上面的这个蕴呢，就是色蕴，后面的这个蕴呢就是势蕴，就是属于中间呢就是树心相就是树心这个树相性吧，就是这三个蕴。属蕴即为清感觉相来，自想自自行，行思蕴外又为法。他这一层呢，就是主要讲那个三，就是这个属蕴和相蕴和性蕴的法相，就是这三个蕴的法相。那么什么叫做是，就是我们宋词上理解的话呢，什么叫做是这个树蕴啊？就是什么叫做这个树蕴呢？所谓的这个树蕴呢，实际上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性吧，就是性呢，就是依靠自己的理念来真正这个认识外境的这个差别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树就是所谓的这个树呢，当然如果你把这个分的话呢，就是前面有这个乐树啊、枯树啊、就色树啊等等，就是这些，所以这个它针对这个树呢，平时我们也是这个经常讲吧，就是所谓的这个感属，就是感觉等等，就这就是它的这个法相就是法相是这样的。然后相应是什么呢？就是相应呢来自相自这个自性，就是它是那个自着相的自性。当然我们比如说那个看到那个珠子的四合呢，就是珠子的这个它上面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是它上面呢就有很多的这种颜色、性状等等，就是不同的这个法相呢就是具足的。但是我们呢，就是不管是这个颜色、这个鼻色，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身色、意识等等，就是只要这个去外境的时候呢，就是它与其他法不相同的这个特点，或者是它的差别呢，就是原原本本的让那个就是干数就是贪婪料之，就是所以这个这个呢就是叫做是那个这个相蕴就是相蕴呢就是真正能辨别就是它的这个法相，就是我们经常所谓的这个相吧，就是也就是说是与这个其他这个任何法呢就是毫无混杂的，就是让真正的这个执着他自己的这个对境，就是他是什么颜色的、什么形状的等等，就是这些相，就是相呢就是跟这个其他法不这个不混杂，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是相应就是相应是这样的。然后这个行云呢，就是行思云外又为法，就是那么所谓的这个行云是什么呢？所谓的行云呢，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个色云、树云、相云，然后下面即将要讲的这个势云。那么除了这四个云以外的其他的所有的又为法呢，包括在这个这个行云当中就是它整理的这个行云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五蕴里面的除开四蕴，除开四蕴以外的就是所有的有为法，当然无为法呢就是不包括在这里面，就是所以这个它的发相呢就是是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这个我们第二品里面就是所讲的这个这个所有的这个心所和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就是得损当当，就是不相应法，就是有一些这个不相应性不相应性呢就是包括在这个心蕴当中，就是心蕴是应该是这样这个理解。这个时候呢就是它这里面就是前面讲的书和相性，就是这三个，就是鼻三一即无色无表色，加上一切无为法，即是所谓发出界，就是他这个意思什么呢？上面就是已经讲了的这个属蕴和相蕴、性蕴，就是这三个和，然后这三个上面呢，就是加上昨天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无表色，然后这个无表色上面呢，就是加前两天就是讲的这个三种无为法。就是三种无为法，那么这几个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发处就是也叫做是这个七法就是七处也可以说是七界，也可以说就是七界这个呢大家还是要记住，就是下面因为我们这第二品第三品的时候呢，就是经常要这个就是经常这个遇到，就是有时候呢就是说那个
就是将那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气发界就是发界啊发出，就是经常这样讲的。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没有明白的话呢，就是下面呢就是也不一定明白的，就是因此他这里就是前面讲的数相性，然后这三个加上呢就是无表色，在上面加上呢就是前面有三个无为法，就是中共有七个吧，就是那么这七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发出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七种发出，就是七种发出也可以说，七种发界也可以说，属于这个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十二处里面呢，就是叫这个发处，就是然后十八界当中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七种发界。下面我们这个，根据他的这个教义来，就是认识一下，就是意思。刚才字面上大家应该这个就是理解了，属影就是下面这个属影的像。大家这个呢就是还是要这个记住吧，就是以后这个考试的时候，就是连我们无影的法相都说不来的话呢，昨天这个色影的法相就是也已经这个前面讲了，然后那个现在这个数影的法相，就是数影的法相是什么呢？以考性次你二梯年自知对境之差别，就是依靠这个性自己的力量，就是因为本来这个数影和数影和相影呢，就是它虽然包括在这个性所里面，但是呢就是在他单独这个拉到这个无语里面呢，就这个下面专门有个辩论，就是也就是所思牵出一种疑问吧，就是为什么说是这个树影和相影呢，就是拉到无语当中，本来是他属于这个心所里面的，那为什么是他们两个拉到这样的话呢？这个就关于那个出家人和那个在家人呢，就是对这个争论的这个就有些是对这个干树方面有争论的，有些呢就是对这个相就是执着方面有争论的，因此呢就是这两个呢就是从心所里面就是拉出来，就是架在这个无影里面的原因是这样，就是下面都是专门有这个辩论的，就是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疏影，就是所谓的这个疏影呢，我们这个疏影大家这个说简单一点的话呢，就是当然知道，就是所谓我们的这个干树啊，就是这个呢就是也是一种这个印记，这个云的意思呢就是是这个聚合的意思，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因为干树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分别呢，就是依靠这个因缘的外境和以自己的这个性识，用这种这个性识和很多呢这个这个因缘呢就是聚合，就是所以叫做是这个运吧，就是运呢就是它有中观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无云的这个运呢，就是经常包曼论里面也不是讲的吧，就是这个三位研究呢就是了解这个无云的粗大部分，就是这里面所讲的这个运和这里面这个小乘里面所讲的这个运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因此他这里所谓的这个疏影的发现是什么呢？依靠自己的力量体验自知对境之差别，就是自知对境的差别，就是他就亲自这个体验，体验的话呢就是自己感觉感受就是不但是你这个就是感受那个，比如说你这个感受这个外境的时候呢，就是然后这个外境的这个美丽呢，就是然后你自己心里面呢就是产生一种这个快乐，外境的这个触恶呢，就是在自己心里面呢就是产生一种痛苦，外境的这种平等呢，就是让自己心里面呢就是产生一种这个淡色的这个感觉，就是所以这个感受呢就是重的来分的话呢，当然是这个苦和乐不苦不乐，就是这三种当中，它这里的这个发现和实相呢，就是大家应该这个搞明白，就是所有的发现的话呢，就是它跟任何其他法呢就是不混杂的，就是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经常所谓的这个它的定义。然后实相的话呢，就是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说经常说是比如说什么什么啊，就是我说这个人是什么呢？人就是这样介于的一个动物，就叫做人。那么人是到底是什么呢？哦，人就是这个男人和女人当当，就是那么他这个也有带有分类性的一个比喻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事项。那么他这里就是刚才那个疏影的发现已经讲了，那到底是疏影是指的是哪些呢？就是这个苦和乐和不苦不乐，就是这个呢就是干树方面所有的干树呢就是包括在这个树就苦和乐和这个顿舍当中。所以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的话呢，我们以前也很多人都可能学过一些心理学啊，就是学过一些世间的这些理论，但是世间的这些理论呢，虽然它对这个感官啊无关啊当当，就是这方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研究。但是真正这个从他的这个类别分析方面的话呢，我总觉得呢，就是实践的这些这个心理学啊，就是很多这个学问的话呢，根本不如那个这个我们这个巨石论的这种这个分法。就是巨石论的分法呢，就是涵盖这个其他的所有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干数里面的话呢，它乐和酷和这个色以外呢，这个其他的干数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是从它的这个本体方面来这样分的。如果它呢，就是它这个从属方面分的话呢，就是这个都比较多了，就是这个意识的这个意识呢，就是它有这个它的这个意识的乐和酷啊，然后根识呢，就是根识也是这个有它的这个乐和酷啊，就是等等，就是这些呢，就是下面还要这个有叙述的，就是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属蕴吧，就是属蕴呢，就是有酷和乐和不酷不乐，就是这三种。然后下面讲那个相应，就是相应的法相是什么呢？毫无混杂的执着，自知对境啊，就是自己就是真正能就是也就是他这个执着自知对境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他这里面的这个执着呢其实是那个就无分别的执着呢，就是也是包括在里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眼睛看见那个就是这个外境，眼睛看见外境的话呢，就是这个从阴命当中的话呢，就是本来我们眼根呢就是不会这个真正的执着，但是它可以这个去外境，去外境的时候呢，它的白色、红色、蓝色等等，就是全部呢就是在这个眼识当中呢已经这个结束了，已经结束了的时候，第二次刹那呢就是通过那个分别念呢。就是开始这个区分，但是刚才那个演示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差别，就是应该是这个有的，就是所以他这里的这个相呢，就是也是是那个执着外境的这个差别，原原本本的外境的这个白红蓝当当，就是所有的这个相呢，就是已经在自己，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范围内呢，就是他已经这个得到了这就是这个相吧，就是这就是相所以这个相运和属运呢我们经常就是很多人都可能以前也是经常这个所谓的无运的时候呢这个色运的大家都知道，可能这个色法就是，然后这个相呢，就是相和那个数呢，就是大家都可能有点这个模糊，就是但这里面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数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外境当中就是得到的这个感觉方面，就是感觉的话呢，就是酷和乐和这个色当中已经包括的，然后这个相应的话呢，就是要去外境的这个分析方面来讲的就是所以他这个法相呢，就是心毫无混杂的执着自知对境的蓝黄灯相。他的思想呢，就是这个他的思想呢，就是若以六根而言，就是六根而言的话，再分为这个六具相，就是六具相、六相具吧，就是六相具。他如果这个以六根而分的话呢，就是以这个眼根、鼻根，就是他这个所得到的这个外境的相呢，就是全部是这个具足的。然后这个除了这个六根以外呢，就是实际上那个大皮大摩就是也就是说是上阿毗达摩吧，就是大乘阿毗达摩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相呢，就是分那个什么光大下载就是当比如说我们就是认为是这个就是东西是特别光大的，特别好听的，就是它每一个就是前面这个色声香味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是很好听的，这个是很好玩的，这个是这个很好看的，就是这些的话呢，就是全部是一种这个相的这个分析这个是很不好的，就是当的这个很多，这个很少，当全部呢就是在相在这个分析，然后这个相这个区分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是就是这个很好，就是很好很好，然后就好了以后呢，就是自己心里面快乐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树在开始这个运作，就是树在开始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具体这个外境与我们这个性识之间的这个分析呢，如果详细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就是什么这个任务就是对这个真正的这个取舍那个就是这个因果和等各方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利益。所以他这里呢，就是如果以六根而言呢，就是再分为这个六相具，心蕴之法相，就是下面讲的这个五蕴当中的第四个吧，就是心蕴之法相。那么心蕴之法相呢，这个色、数、相、舌四蕴以外的一切有为法，就是他的这个法相是除了这个在四蕴以外的这个所有的一切有为法。那么他的这个实相是什么呢？就是实相是除了属相以外的一切心所相应行与不顺当、
不相应性两种，就是德斯呢，就是下面都是讲那个节律当中有一个杂然的东西，就是这个呢就是比较难懂的。然后居士论里面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德斯呢，就是比较难懂的，就是所以呢，一般那个也比较这个聪明的人的话呢，就是他那个遇到戒律的时候呢，遇到那个就居士论的时候呢，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德斯呢，就是比较这个重视吧，因为他这个德斯呢，我看前面讲过没有，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德斯的话呢，就是他有这个未来的德顺，过去的德顺，就是这也是实际上是有不同的，就是他们这个分别加你的一种这个释法，就是他们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德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是有的，比如说我的这个相续当中要获得一个这个什么这个菩萨戒啊，或者是这个别解脱戒，别解脱戒的话呢，我现在还没有得到这个戒律的时候呢，就是未来的这个德顺呢，现在我的相续当中是有的，然后我以前就是得过什么别解脱戒，现在没有的话呢，过去的这种德顺呢，现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也是有的，他所谓的一种德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一种这个释法，就是他是所以这个德呢，就是不是这个心，就是也不是这个心所，就是为什么叫这个什么就不相应心呢，就是他这个相应的话必须与这个心和心所相应，但是这个德顺和还有下面所讲的什么同类啊，还有这个顺啊老啊等等，就是有几个是有的法，就是他们有不同自己所承认的有几个法，那么这些法的话呢，他们认为呢，就是是一种是有的法，但是它不是这个信，也不是信所，还有也不是无情法啊，就是它这个所有的这个非相应法的这个有为法呢，它不是这个有情法，也并不是无情法啊，就是除了这个有情无情以外的，就是有一种无为法，就是有为法。这种有为法呢，就是它就专门这个上阿毗达摩和下阿毗达摩的这个。说法都有点不相同，就是到时候我们可以这个说一下啊，但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他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蕴，心蕴是什么呢，就是除了这四蕴以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有为法，那么具体的话呢，除了这个疏蕴和相蕴以外的这个一切心所，就是心所的话呢，就是一般上阿毗达摩里面就是讲这个五十一心所，他这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个好像四十几吧，就是到时候我们再看。然后那个这些和还有这个不相应心，就是不相应心刚才这个德顺当就是有很多不相应性，这个是下面在第二品当中这个宣说啊，就是第二品当中这个宣说，因此我们这里呢就是再不做广说了。若有人问，那么心与心所是一体还是这个一体呢，就是他真的这个问心和心所是到底是一体还是一体呢，他真的呢就是一般那个优步和这个还有那个就是金部众，然后呢就是睡觉为师啊，就是他们就是包括那个无主菩萨，他们的话呢就是都承认这个心和心所呢是一体的。那么心和心所一体一体我们在这个大圆满信心学习大著述当中的话呢，就是也分析过，就是恐怕很多人呢就是有些人忘得一干而尽，有些人这个记得清清楚楚，就是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是也不做重复吧，就是这方面就是哪些这个宗派呢就是承认这个心和心所是一体的，然后这个哪些呢就是心和心所是这个他体的，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讲了。但是小乘就是也就是说阿毗达摩他自种的话呢，就是承认这个心和心所呢就是是一体的，就是有些这个住心呢就是不是这个心所的，就是他认为呢一个是这个执着是本体的，一个是执着这个他的差别的，因此呢就是心和心所是不可能是这个一体的，他是这样认为的。是以体因自你先见十五的本心为心，以自你先见十五的差别呢就是叫做这个心所，就是所以呢他真的这个心和心所呢就是分开讲的。那么他们包括在什么界什么这个处当中呢，就是他真的这个这样，就是刚才就是前面已经这个这个四三蕴吧，就是心蕴相蕴疏蕴这个已经这个讲完了，疏蕴还没有讲然后呢就是下面说那个，那么就是上面所讲到的这些这个包括在这个什么界当中什么处当中，就是这个界和处呢就是也是一个性的名词，现在居士论当中最主要呢遇到一个名词的时候呢，就是你必须要这个记住有很多人认为呢就是我现在这个遇到的一些金刚道友的是说是这个居士论里面就是他自种的这个他的这种这个乱七八糟的什么这个什么那个就是名词太多了，不然的话倒是我这个好记，但是这个呢并不是这个居士论里面的乱七八糟的这个名词，就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佛法的这个见闻太那个狭窄，就是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接运处的话呢
呢，不管是讲中观、讲引领、讲戒律，就是经常的是这个结引出来，就是还是口口声声都是说的。但是呢，我们以前对这个居士论的，就是没一个，就也就是说是对整个这个佛法呢，就是纹丝不苟。纹丝不苟的话呢，就是自己对这方面的这个了解就是特别欠缺。因此呢，就是认为我们遇到一个新的名词的时候呢，就像是居士论他自己的一些这个谢见谢纵啊，这是这个说法的话呢，就是肯定不合理的。因此，希望大家呢，还是应该那个就是这个全面的这个了解，就是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有时候呢，就是看，当然我们这个居士论是不是什么大圆满的这个修法，也没有什么里面就是具体这个实修的。但是有时候呢，你如果真正是问死的话呢，就是盲修相连呢，就是根本就是不一定有理的，就是但是好像是你这个修一个佛门名典呢，就是观本尊的话呢，很有这个收获一样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呢，就是什么都没有的话呢，那时候你的相续当中什么都就是变成空空如也了，就是就非常这个可怕，就是。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佛法的这些基础呢，就是如果有个闻死的话呢，那么不管是你以后在什么环境当中，什么这个场合里面的话呢，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佛法呢，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呢，别人的一些邪知邪见呢，别人的一些这个说法的话呢，就是根本就是不会这个转移的。因此我像是现在这个很多人呢，就是仅仅是依靠一个这个密宗的一些深远次第来这个过后的话呢，就是恐怕你这个再过五年的时候呢，你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就是。但是你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这个很好的这个闻思如果在这个两三年五六年当中是真正对这个五波大论呢，就是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的话呢，以后不管是遇到什么这个环境的话呢，我相信这个你的见解是不会这个退转。从长远来看的话呢，应该是这个居士论的这些这个发现啊，就是这个了解是很有这个必要的，就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就是它包括在这个什么界和什么处当中呢，就下面都已经讲了这个书相心三云与无表色，以及呢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觉则灭和非觉则灭，还有这个虚空，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无为法，就是中共有七个法吧，就是这七种法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讲这个处的时候就称为是法处啊，就是前面就是就是第二品里面也讲这个讲那个十二处，就是讲十二处的时候呢，就是上面就是这七个法称之为是这个就是七种法处啊，就是七种这个法处，就是这样讲的。然后那个我们讲那个戒的时候，就是下面讲这个十八戒，十八戒的时候呢，就是那么上面所讲的这个七种这个法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七种法戒啊，就是这里的法戒呢，不是什么我们这个大乘里面就是法戒啊、法心啊、真如啊，不是这个意思。他这里的这个法呢，就是法界的话呢，就是十八界里面的这个法界，就是十八界的话呢就是它里面就是分那个就是卢根卢士，然后呢就是卢就是耶人啊耶这个王这个西这个当，就是卢士吧，就是卢士，就是他就是耶这个王这个西这个对，就是刘对，下面再讲讲也这个王这个也是这个卢金卢根卢氏，就是应该这样的这样讲的所以呢，它这里面的这个意识的这个对境，就是这个卢金里面就是卢金当中的有一个叫做是那个法，就是它这个法呢，就是分为那个七种这个法处，就是七种法，这样讲的。然后那个我们讲那个处就是讲那个十二处，十二处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这个就是也就是说是那个就是他那个意识的对境呢，就是有一个叫做这个法处，就是法处里面呢，就是也分为那个七种，就是应该这样这个理解的。所以呢，有时候这个语音呢，就是语音和那个界呢，就是他们之间是有这个很那个深的一种这个关系，就是这个关系搞明白的时候呢，我们不管是在这个学语音，或者是学界，或者是学那个处呢，就是都很方便的。如果你这个关系不明白的话呢，就是可能有时候比较模糊，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是刚开始，就是还没有这个基业吧，就是但是你这个到了就是第六品第五品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前面讲的这个名词真是有点多，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有时候这个比较这个头痛。下面呢就是讲这个是这以上是口判当中是怎么分的，应该是这个讲那个第三个，就是
就是前面讲那个就是时运，就是前面已经这个色运也降了，这个书运也降了，行运也降了，然后这个对这个三个运和这个其他这个接触之间的关系也已经降了。缘结分别而移除耶稣运世运中，也成许比为气节。他真理就是这样讲的，就是他真理说呢，就是那么什么是这个运界，就是什么是这个世运，就是五运当中的最后一个运。什么是这个世运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世运呢，实际上是这个分别而认知，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依靠自己的理念呢，分别就是让这个了知对境的本体，就是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识别就是世运。他这里的这个世运呢，刚才这个心所全部在包括在刚才那个书运和那个相运心运当中了，就是那么除了这个心所以外的，我们经常所谓的助心吧，就主要的这个心，主要的这个心呢，就是称之为是世运，就是称之为这个世运。然后主要的词呢，有些说是那个就是一个是，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六种是，有些呢就是说是八种是，有些有这个九种是的，就是有这个有几种这个观点吧，就是有几种这个观点。一般来说那个以前叫做这个龙部就是龙部论师吧，就是龙部论师呢，就是他们就是就认为呢就是只有一个意识就是只有一个意识，就是是这样这个合理的，就是有这种这个说法。然后还有那个金部和油部和金部的一些论师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六识句就是六种识句，六种识句呢就是才是这个合理的。然后那个就是大多数的这个唯识宗吧，就是唯识宗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他们认为是这个八种识句，就是就是刚才那个六种识句上面呢，就是加上一个阿赖耶识和还有那个染污意识吧，就是染污意识，中共呢就是称为这个八种识句，就是这样这个认为的。然后以前那个就是这个杨大丹论师，就是就是他们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在上面加上一个无垢识，就是无垢识，就是就称认为是这个旧识就是称认为是这个旧识。但实际上呢就是很多这个唯识宗的这个论师呢，就是就开始这个驳斥什么呢，就是承认就是意识的这个做法呢，就是也不太合理的。为什么呢就是意识的话呢，就是也不合理的原因呢，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意识和根识的话呢，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个对境，有不同的这个因，有不同的这个现象，所以呢就是全部这个缩成意识的话呢，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就是所以说这个也这样这个否定的。然后那个所有那个九种识句的话呢，就是这种说法也不合理的。为什么是不合理的话呢，因为这个九种识第九识呢，实际上是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无垢识，就是如来藏。那么这个如来藏的话呢是它是这个无漏识就是不是这个有漏识，就是无漏识。如果是无漏识的话呢很多这个经典当中呢，就是说是凡夫人也是具足一切识，就是那么这里面的如果是呢，就是是无漏识的话呢，那么现在凡夫人也是已经具足无漏识，就是有了这个变成圣者的过患呢，就是所以这种这个说法呢也不太合理的。那么现在这个合理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第就是六句识或者是八句识，就是就这种这个说法是合理的。因为呢就是在这个泸州这个句式的话呢，就是很多这个有不同的这个佛经当中也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在上面就是加上这个八十句的话呢，就这也是有关这个唯识宗的这个一些这个论点和经典当中呢，就是也是这个有称理的。因此我们这个讲中观的时候也是宗喀巴大师为主的很多这个这个中观这个印证派呢，就是称认为是这个泸句式，就是称认为是这样。然后这个摩诃仁波切当很多那个论词呢，就是说是这个八句式，就是承认这个阿赖耶识和染污意识呢，也没有什么这个不合理的，就是这方面呢，就是也辩论比较大的，就是意思呢，虽然在一些这个中观和一些什么呢就是有些这个般若经当中呢，就是并没有很明显的宣说了八种识，但是呢，实际上是也是可以这个承认的，就是这个观点呢，摩诃仁波切在其他这个论述当中也已经这个根据大乘的这个观点呢已经讲过，我们这里呢就是不光说，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这里这个什么叫做这个世运，
什么是时运呢？时运的这个发向的话呢，就是就刚才已经讲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呢，就是完全这个让这个辨别，就是这个事物的本体，就是这个叫做这个时运，就是时运的发向是这样的。然后时运有多少分类，或者是时运的实相是什么呢？所谓的这个时运的实相呢，应该承认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前面所讲到的这个，或者是陆中士啊，就是陆中士呢，一般这个小乘这个公认的这种发向吧，就是。应该只是承认为这个六种事，就是这个是比较这个合理的，就是应该这样的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这个六种事呢，就是不包括在这个心所当中，这个大家应该清楚，不然我们这个心和心所都分不清楚的话呢，还什么学什么句式，学什么众观，就是这个什么是心所，什么是这个心，就是心和心所都分不清楚的话呢，那活在这个人间的是没有什么这个意义呢，就是所以他这里呢，就是刚才已经讲了，就是下面我们就是在这个从松子上给大家简单的这个讲一下，时运分别而要知，就是这个就讲它的这个发相，然后这个一处也所这个时运中，就是那么这个下面所讲的这个就十二处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叫这个一处，就是实际上是所谓的这个一处呢，就是也包括在这个真理的时运当中，然后也参须必为气节，就是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见里面呢，就是这个气节，就是也就是说前面讲的这个法界吧，就是就是不是法界，就是下面讲的是七种这个界，就是下面在就是讲那个十八界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是七种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七种世界呢，就是也包括在就是前面所讲的时运当中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时运当中。刚才就是流时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一时和然后这个就是什么那个眼耳鼻舌身，就是五根识，就是五根识，就是上面加上一时的话，就这叫做是六识，然后就是他真的所说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意，就是也包括在这个摄影当中。那么所谓的这个意呢，就是指的是应有六识以记忆以记忆。他说这个前面就是就是我们经常所谓的这个六识上面呢，就是再加上这个意思这里一根，就是他这里这个意呢，就是指的是这个一根。那么所谓的这个一根是什么呢？就是他说这个下面就是有解释，六种事具一灭尽，无间智识即是一，就是他所谓的这个意呢，就是六种这个事具呢，就是已经灭尽完了，然后这个在这个无间的这种事呢，就是称之为是一根就是这里的这个一根呢，一般来讲这个学移民的时候呢，就是比较这个难懂的，就是在这个萨迦班智达的什么这个量力报藏论当中也是专门这个讲了，但是这里面的这个就是第六就是第六意识和所谓的这个一根呢，就是移民里面所讲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应该是这个相同的，因为那个萨迦班智达的量力报藏论的自身里面也是专门引用了居士论的这个这个校正，就是然后呢就这个宣说了，就是他真理的这个就是下面呢，我们应该就是知道，就是第一就是什么叫做这个一根呢？所谓的这个一根呢，实际上前面的这个六根是六识吧，就是六识灭尽的这个刹那，六识灭尽的这种刹那呢，就是称之为这个一根。然后这个后来就是所产生的这些法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一根当中所产生的法。那么这个六识灭尽的话呢，就是就是刚才这个六识全部要灭尽，还是这个其中就是第六个。这个灭尽一合就是才产生一根呢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他们这个居士自宗就是认为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所有的六种事就是六种这个事呢，就是全部灭尽一合呢，就是称为是这个一根。那么这个灭尽一合是不是这里这个灭法，就是这个灭法称为是一根的话呢，就是有很大的过失，就是也不是这个灭法这个承认，但是呢他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是六识具呢，就是灭尽，当他灭尽的时候呢，就是他第二刹那间的时候呢，就是就开始就是继续这个产生那个意识，继续产生意识呢，实际上是他是这个也是这个后面的这个意识的一种这个印，因此从这个角度呢，就是称为是这个就是灭尽六具以后，就是在这个无间当中呢，就是产生的这种事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一根，因此这个一根呢，就是在移民当中也是是这个不像这个其他的，就是如果其他的话呢，比如说二根啊、B根啊，就是这些的话呢，按照小乘宗的说法的话，就是大家都比较这个清楚就是二根、B根呢，就是是一种这个色法，就是它是一种这个色法的东西，在眼睛里面、鼻子里面，就是这样这个说的话也比较这个清楚。然后那个
他对你的这个译根的话呢，就是是比较这个难懂一点，就是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在居士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移民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流举的这种流举时呢，已经这个灭尽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是梵体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译根啊，就是译根。然后依靠译根呢，而这个参僧的和免的这些事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就也就是说是这个依识吧，就是他对你这个七十界的人理呢，就是应该是这个这样的，就是这个呢，大家都是也应该清楚，就是所以实际上呢，就是那个，那个郭仁巴吧，就是郭仁巴萨迦派的那个郭仁巴，他也做了，就是居士论当中的话呢，就是他没有这个直接呢，就是宣说这个无分别的这种这个就是一根，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也可以这个承认，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但是呢，我们不管是怎么样，这个承认的话都是可以的。实际上呢，就是你要认识这个就是这个意见就是到底这个意见呢，人地位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是比较这个难懂一点，因此呢，就是反反复复的，就是再看看就是他的讲义，然后，但是还有呢，就是第这个就是这个流失灭尽的话呢，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就是六十句灭尽和，然后那个第六一世吧，就是第六一世呢，就是灭尽的时候呢，就称之为是这个一根，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有这个两种这个说法。第六一世这个灭尽的话呢，就是刚才这个前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世灭尽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就可以称之为是这个一根，就是他也有这种这个说法。那下面呢，就是我们就是从那个讲义上面，就是给大家说一下摄影的法相，自你分别认知对境的本体，就是这是这个摄影的法相，就刚才已经讲了。然后它的分为呢，就是次论这个说就承认有六世举，就是这是这个有不总和经不总都是这样承认的。然后唯自宗呢，就是认为六世举在架上愿一切列为所愿情性相不明，并且不间断执着的阿赖耶识，就是它上面就是加上一个这样的阿赖耶识，就是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它愿一切这个列为诸法的，然后它的心性呢，就是不明的，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叫心性修习的时候也是阿赖耶识，就是它的这个心性呢，他自己呢，就是不像是其他的这个根识，其他的根识的话呢，就是比如说烟识的话呢，就是他有这个色法的这种这个心相，然后鼻识呢，就是他有他的这个心相，就是那么这个阿赖也是，就是他这种这个心相是不明的，而且呢，就是不断这个就是不间断执着的，这不间断执着呢，也是他们的一种这个说法吧，就是真正我们心性修习里面所讲的这个有点点这个差别，就是不间断执着的阿赖也是，还有呢，就是原这个阿赖也执着我和我所的这个善恶意识，就是他是这个愿阿赖耶识，就是然后呢，就是这是门风人波切这个入智者门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愿这个阿赖耶识，就是然后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无语呢，就是由我和我所执的执着呢，就称之为是这个善恶意识。国有八十句，这是那个唯识宗的这个说法。十二处中的一处也是就是这个摄云呢，因为它是参僧相用之门过，就是它的这个处的法相的话呢，下面讲这个参僧相用之门，就是参僧相用的话呢，就是它可以称具足有这个处的法相，就是这个我们下面就是在这个详细的讲吧，就这里讲的话呢，可能又要这个费很多的这个课碎，就是如果费了很多的这个课碎，就是别人的这个什么二根呢，就是已经这个挡住的话呢，就是觉得有点可惜的感觉。然后同时承认世举也是这个七性识，就是他真的讲是这个承认世举的，就是这个摄云的话呢，实际上是也是这个七性界。那么七性识是什么呢？就是从眼界到一界之间的这个共有六种，再加上是那个一界这个就是他真的这个他这个后面的这个一界呢，就指的是这个一根，就是他这个一界加上呢，就是中共为这个七种就中共为七种。那么什么是这个意界呢？就是他这里这个意根或者是这个意界，什么是这个意界呢？不是除了岩石当流石之外的其他一体法，就是它不是这个，它从实体上面呢，就是讲这个除了这个岩石当以外的其他的有个实有的这种法呢，就是没有的，就是这个呢这不过是它的这个梵体或者是它的这个阶段不同而安立为是这个意界吧，就是也就是说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意根这个意根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个岩
是当卢氏以外这个其他的这个氏呢就是不存在的。那么是它是什么样的呢？而是刘氏刚刚灭尽无间阶段的氏，就是这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异界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异界呢就是应该这样啊，这个人氏啊，所以那个就是释经论是他自己的自述当中也说了，就是所谓的这个一个呢就是并不是指一体方式这个存在的，就是它不是这个一体方式存在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应该就是知道就是它这个一到底什么样呢这个是隐秘和这个居士当中是都是这样讲的，但是这里面江罗特王伯已经就是说得很清楚，就是它不是这个一体方式来存在的。如果其他这个这个六种这个世居的话呢，就是当然是从这个本体上呢就是是没有这个什么一体的，全部是一体的本性但是呢就是从这个现象上的话呢就是有一体的方式来存在，但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跟其他这个任何世居的是不相同的，因此呢只不过是这个阶段就是不同而已，实际上呢就是没有单独的一体，就是这个是比较关键的问题。好，今天讲到这里。Om Mara Basanati